大家好，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，关注中茂是雨佳，带您看更精彩的拍卖与征集。想要连麦啊，连线。大家好。啊，我们今天的直播征集啊，继续开始啊。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，感谢大家给我点点赞、点点关注。想要送拍，请打我要拍卖，点点关注、点点赞啊，上点关注，下点赞。想要送拍啊，请联系。各位新进直播间的粉丝啊，来感谢独爱鲜花，感谢明天，感谢原来如子，你好。这挂了以后呢，对吧，他就变成了卖货模式了，对吧。西湖草堂你好啊，先来学习学习，学习好了去买几个来拍卖。陈总你好啊，欢迎送拍啊，你有啥要送拍的？你这个给我送拍，你说我们直播间敢买吗？哎呦，还真来了。陈总你好。王总好。王老师好。千万别叫我王老师好啊，你是整个抖音里面大家都要叫你老师呢。我真要送拍。好，来来来看一下。啊，行啊，没问题啊，可以啊。能拍吗？没问题啊。全品的1尺2加长嘛，应该是。啊、嗯。就算是假的，我也敢拍。无底价行不行？哎，你可以设个底价，东西老的没问题。啊，要看后面吧。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。对，我相信你品相还不错啊。我相信你绝对不会拿一件假的来给我拍。那我回头给你寄到北京去还是怎么样？行啊，啊可以、啊。那我就设无底价吧，好吧？都行啊。对，我买了得有5-6年了，这件啊。是吧？你回去了？我回去了，我今天中午到的。啊，画的不错。对，蛮精细还是？太差就不好意思给你送了。有点汪小唐风格吧，有一点，行啊，挺好啊，行，那你私信我的地址吧，然后我抖音交流好吧，行，好，感谢，不占用了，我断了啊，好，谢谢，哎呀，哎，怎么断？哎呀，你看啊，我一来啊，这个快刀斩乱麻。老师，王老师你好，你看看我找个瓷器是啥时候弄了呗？看看啊。哎，看住了。看款呢？就我叫你，光看呀。看一下款呢。哦，这个歪歪就有是哪个大刘雨辰写的？来，各位直播间的粉丝啊，大家认为这些东西到底真与假？大家认为真的打个真，大家认为假的打个假。我们一起给他看一下，到底是真的假的啊？真的可以上拍，假的可以不能上拍。啊，来，倒数5位数，公布我的观点：5、4、3、2、1、0。很抱歉啊，不能上拍啊，假货一个，假货一个。再见，你的瓜估计画的跟个小小母鸡似的，拜拜。啥年代的？啥年代？新的。现代的？啥年代的？你地方都有隔离光了。隔离光是好的吗？你这才叫隔离光，你这就叫垃圾。啊，假货。假货。好吧。隔离光。隔离光，你搞不懂啊。
隔离光可好啊，这个你看。嗯，假货一件啊，大家认为老的打个老，那认为新的是新啊。还隔离光的，你啥也不懂。嗯，买个假货还说隔离光，再见。嗯，没法跟他们交流啊。对牛弹琴。大家好，关注中报啊，带您看更精彩的拍卖与征集啊。有葛丽光，葛丽光，非常感谢啊！大家认为我会看错吗？啊，这个是属于太假的了，五万基本入门款，假的不能再假了。来，给你，大家好，给我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！想要送拍，请打我要拍卖，感谢大家支持，免费送拍，请连线，谢谢大家。嗯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想要送拍啊，请连线啊，点连线就可以了。因为刚刚那个已经假的没有朋友了，所以这个绝对是不能让他上拍的。这种东西要让他上拍啊，这个那我都不用人的出门，对吧？天天坐在这个。坐在公司啊，我绝保证能从这个北京排到上海。我要看东西啊，你在哪拍跟我没关系，我们要看到东西啊，看到东西以后再交流，好吧？谢谢大家支持，感谢大家关注，想要送拍请连线，关注中报身价，带您看更精彩的拍卖与征集。各位粉丝大家好，想要送拍啊，对吧？大家认为啊，刚刚那个粉丝拿的那种东西啊，你认为那个假如我们想要的话，估计能从北京排到上海。大家认为我这话说的对吗？想要送拍的人太多了，但是真东西都太少了啊。那我们看看今天晚上啊，到底有多少啊真家伙啊来找我们。来，点点关注啊，点点关注啊，正规拍卖啊，请找中报身家，好吧？我们啊。一直啊坚持的啊，每天搞直播，就是想从抖音上来找一些啊好的藏品来奉献给大家啊。我们不生产古玩，我们只是古玩的搬运工，大家说对吧？来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！想要送拍，请打我要拍卖。28号什么拍场，某种。28号，28号还早呢，4月28号我们的抖音大拍啊。非常感谢啊大家的支持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想要送拍请连线。还有人吗？还有人吗？铜锣吗？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，不要问这么多啊，到时候关注就行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抖音还有大拍吗？抖音当然有大拍了，抖音的大拍就是东西更好更精，然后会有更详细的啊那种预展。大家好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想要送拍请连线。今天怎么好像没什么人来吗？昨天人挺多的啊，今天好像人不多啊。恭喜啊！看字画的老师呢？看字画的老师今天没在，今天就我一个人，好吧？今天都聚餐了是吗？放假聚餐啊！今天人好像不多啊。感谢月清堂的到来。外销的拍嘛，外销的要看东西，送拍范围。大家好，非常感谢。今天只看瓷器吗？今天看瓷器杂项啊。谢谢大家支持啊，感谢大家关注。瓷器杂项器物啊，哈，你都知道年总啊。007夕你好，我不是年总，年总
怎么能少得了铜器呢？有瓷器找我啊，有铜器也可以找我，有杂项也可以找我啊。非常感谢各位粉丝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谢谢各位粉丝。唉，今天好像还没有东西啊。你好啊，唠叨你好，晚上好。今天又从家里找点什么东西出来没有？可以点点关注，送拍咋收费？送拍不收费啊，没有任何前期费用啊。Hello， 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镜头反转。哦。好的，把你的东西拿出来。王总，看一下我这个能送拍吗？嗯，这个不行，要不了。好吧。看一下这个。嗯哼，看一下上面呢。这是一个老弟，盖子没有了吗？没有。盖子呢？没有盖子。嗯，少盖子了。这样。嗯。东西是老的。好吧。再看一下这个。对。一对，哎呀，这怎么会是这种款呢？大明选的，洗皮的，洗的太厉害。别的还有吗？有，这个我不要啊，橡皮绳，这是印度的。这种能送拍吗？有一个吗？还是两个？三个一起的。烛台不成对啊，烛台成对可以啊。这个我中间那个要只有两间就可以了啊。这个边上的两个是蜡烛台，就差一点，要中间的那个好一点。啊，嗯，可是缺了一个了。老东西，这种能送吗？嗯，不要了。你这个不是扫盖子，就是洗皮啊。哦，这个不老吗？这个哪个？这个光一个佛手，我们直播间也不好卖啊。哦，这个东西对不对？东西对吗？你看的应该有点年纪吧，铜锣军的。嗯，行，好吧。手上是鹅掌，对吧？鹅掌，嗯，就是这种残件，对吧？直播间拍卖，嗯，懂的人不是很多，对吧？嗯，好的，那就这样，谢谢，拜拜。Hello， 你好，镜头反转，看看你的宝贝。你好，你好。这种可以吧？这种。看一下图案啊。嗯，看一下什么？嗯，感觉不太适合吧。这个吧。嗯。这样子的。感觉不太适合啊。这样子，别的还有什么吗？还有个外销的这种原来的一个拥粉的那个，嗯，外销的就不看了，好吧，谢谢。啊，还有一个杯子，看一下这种。什么杯子？你这边灯光太亮了，不好意思，刺眼。别的还有什么吗？别的也没什么东西了。好的，好的啊。
再见。好的，谢谢。嗯，再见啊。Hello， 大家点点赞，点点关注啊！新进直播间的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镜头反转。你好，看看你的瘦啊。嗯，怎么这东西这么卡通啊？有底吗？看看底。来，各位直播间的粉丝，大家认为这些东西到底能不能上拍？大家认为能上拍的话，打个能上拍；大家感觉不能上拍的话，打一个不能上拍啊。我们给这位粉丝到底看一看能不能上拍。你好，这位粉丝啊，你花了多少米请来的？嗯，我说你是怎么得来的这件宝贝？别人给的。哦，给的，那挺好啊，有人白给挺好啊。看看底呢。嗯，好嘞。还有别的东西吗？啊？还有别的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铜的吗？对。嗯，看一下反面呢。嗯，感觉这些东西啊都不太适合上拍啊。都不行，都不行吗？嗯，都不行啊，都不行。好嘞。啊，再见。你好，老师。你好。家里东西能帮我看一下吧？好嘞，你看这个碗是对吗？你的镜头太差了，好吧，看看别的，好吧。那这个呢？请你不要把手机竖过来，好吧？把手机竖过来。啊。嗯，这都买来的呀。对，十年前、十几年前买来的。嗯，拉近看看是谁画的呢？那个汪芳。嗯。看一下呢，看一下图案。你的摄像头太差了啊，个人感觉。手机不太好是吧？嗯，感觉不行，不要不了。是不是手机不行还是不对呀？嗯，感觉这东西应该不太适合上拍吧。啊？感觉不适合上拍啊。啊，好了好了，谢谢啊。嗯，感觉看视频感觉不太好。啊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嗯，不行不行。你好。哎，你好你好。嗯，赶紧打开摄像头啊。哦，我看一下，我第一回连这个，我还不太会。哦，不太会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帮不了你啊。来，你好，镜头反转。嗯，你好，看看底。哎。嗯，这罐子应该是个挺开门的。哦。大概是什么时候的呀，老师？中期吧。哦，行行，好，谢老师。嗯，不谢不谢，还有别的吗？嗯，没了。嗯，行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太快了。你好。喂，镜头反转，点屏幕。点屏幕的，好，反转，这儿呢。好了，把东西拿出来啊！你好，这个照片我要不了。哦，行，好，谢谢啊。嗯。
你好，镜头反转，海阔天空。稍等一下，王总，稍等一下。请你快点。等一下再连线，等一下再连线。老师你好。你好，镜头反转。看看这个。看一下底呢。哇，玉兔款。对。嗯，你认为什么时候的？我认为应该是个明代的吧。哦，看一下口呢。嗯，别的还有什么吗？还有两个杯子，看一下。嗯，鸡心杯。鸡心底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一个，这个应该是一个。看一下底呢，嗯，别的还有吗？啊，就这三件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个人感觉这个东西不太适合上班，好吧？哦，好的。嗯，感谢。再见啊。不谢。Hello， 你好，镜头反转。哪个地方镜头反转？我看一下啊，点一下屏幕啊。反转找到了。嗯，这个东西太高古了啊，不能上拍。这种小心、这个、啊。这个机器，看一下底，看一下里面呢。这是一个老东西啊。嗯。别的还有吗？这可以上吗？这种没法上啊，啊，这种不能上拍，年份太大了，这个也不行，年份太大了，汉代的，火山炉都来了，汉代的，看一下底呢，看一下正面呢，别的还有吗？还有这件，哇，乾隆官窑还是什么时候的？嗯哼，道光还是乾隆？哇，乾隆，这个官窑你花了多少钱买的？这个几十吧。有修吗？一点点。是什么毛病？豁口有一点点修。对。豁口有出现。不缺肉就是。对，有个出现，对，没了。这种的话，你心理价位大概是多少？这个差不多50吧。这个价钱我们给不了，好吧？不是给不了是吧？这种有冲线的，这个肯定定不了这么高，好吧？这也不能拍吧？这个太都高股的，不太适合，好吧？啊。行，没问题，好的，谢谢你啊。好，明清的别的还有吗？暂时没有，就是三件，对。好的，非常感谢你啊，谢谢你的东西都挺好的，可惜高古的我们这边不能拍。明白，好的好的，好吧，谢谢、啊、这样，谢谢。哎，好，拜拜。来，各位粉丝啊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想要送拍请连线，我给大家发福袋啊。来，你好，你好，来看看你的宝贝啊，等一下，
你把你的好东西拿出来啊。那这个怎么反转？点一下屏幕，镜头反转。好的。啊，王总。哎。上次看到你发了个小视频，上面有好多那个一个小佛。哎，正好家里有几个，你王总看看。看不见啊，你这个镜头太模糊了，好吧？看不见啊，你的手机是不是太差了？嗯哦，你看你的手机啊，都打嗝了，马赛克都出来了，好吧？看不了，实在看不了啊！你那个手机不行啊，再见。来，各位粉丝啊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想要送拍，请连线。点点关注啊，上点关注，下点赞。来，点点屏。镜头反转啊！你好，你好，看到一个瓶子啊，来看看第一页，是写的乾隆款吧？我们看看图案，你不要晃来晃去，好吧？转一下好吗？看一下口沿好吗？里面看看，好嘞。你这是在哪个城市啊？广州。哦，花了多少米买的？八万多吧。八万多。那你挺舍得花钱的。这个东西对的话能值好几百个 W 啊。你因为不是在国内买，国内买的。你是在哪边买的？啊，你是在哪边买的？在日本买的。日本能出这个漏，那是捡大漏了。很买了好多年了，不是现在买的。哦，你是去日本旅游买的还是日本？我们是有人跟一起去买的。好的啊，来我们看一下底好吧。底下是吧。这为什么写的是英国的款呢？因为它这个应该在那边拍过。上面都写着克里斯蒂吧。佳士得。然后上面是写了那个，因为这个呢，这个瓶子呢，以前呢是，好像是那个林雨山人去。专场里面去拍过的。哦，然后呢没有卖掉就到你手上来了。应该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，反正我们过到那边去买了有好几十件的。哦，还有别的吗？看看。有就有，你看一下这个小胆瓶吧。有那些先不看了，先看这两件吧。好嘞。这两件都是乾隆宫廷的好宝贝啊，但是我们都要不了，对吧？这件更牛逼，这件是珐琅彩，但是我们不要，好吧？谢谢啊，大家能为能上拍的打个能上拍啊，都是狠货，太狠了，知道吧？狠货太狠，我们不要。你好，镜头反转啊。你好，老师。哎，看看第一页，你是怎么买来的？买来的。花了多少米啊？花了1000来米。我问一下，你的龙的爪子是不是三个爪？也没看着，是几个爪？你看看其他的地方呢，有几个爪？三个爪。
哦，你知道三个爪是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，我看到这块好像是银吧，爪上还是银。来，各位直播间的粉丝啊，大家认为三个爪是什么意思？来，有人说啊，小日子有，对吧？好的，说的都对啊，这个是一个标标准准的那个小日子的东西，好吧？不是 China。哦，好吧，霓虹国的我们要不了。好嘞，嗯，但这工艺不错，还切银了，也值一定价值啊。这个能值多少钱？这个你买来多少钱就多少钱，好吧？我们不要，好吧？好嘞，好嘞，嗯。还有别的吗？没有了。好的，各位粉丝啊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，上点关注，下点赞啊，我们一起来看古玩。来跟随我们中茂生家啊，我们的抖音啊，看看东西啊，来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你好，镜头反转。好、哦，王总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嗯，帮我看个香炉呢。嗯，看一下底呢。哎呦喂，看耳朵呢？大家认为这东西怎么样？你想要送拍吗？哎，你可以送拍，可以的呀。啊、哦，有心理价位吗？心理价位，这个大概你说多少不能拍？你感觉多少钱、啊？我感觉啊，15000可以，啊、嗯，价可以，15000可以吧？嗯，有毛病吗？没有毛病。啊、你相信我的话啊，我保证拍到你这个价钱以上，但是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无底价，你愿意吗？这个还好几件东西了，我一样要给你看好吧？好的，看下一件。嗯，还有个小壁铜呢。嗯，看看底。这个笔筒看不太清楚啊。东西肯定对的，我跟你连过、嗯、以前连过的，难是吧？嗯。好的啊。这个心理价位多少？这个1W 啊。嗯，1W 对吧？好，看下一件。有毛病吗？没有毛病的，全美品。嗯。嗯，看一下底呢。你手机镜头太差了啊。嗯，这是一个乾隆款的，这最多也就到民国，好吧？嗯，光绪不断。嗯，这种不会到光绪，但现在仿的挺好的，就这种现在有仿的，所以我们就是看看别的好吗？嗯，就其他没什么了。好的，你可以把炉子先给我们拍一下，其他那笔筒啊什么的，对吧？咱们回头抖音交流好吧？好的，你好的，你怎么联系你们联系我的？啊，抖音交流好吧，谢谢你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，咱们好，抖音交流，拜拜。嗯，拜拜，嗯。嗯，炉子蛮好。来啊，更多的想要跟我们抖音拍卖的粉丝啊，给我们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镜头反转。啊，我们成功又征集啊，看到了一件可以上拍的东西。我不要头反转了。嗯，不好意思啊，再见。你不会的话，我们没办法跟你聊。下一位，来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给主播点点关注啊！你好，你好，看看这个。嗯，看看你的人物怎么脸都没了。哦，有点脱彩，有点。哦，看看底好吗？没有。啊，这个宝贝是怎么得来的？是我当时买的。哦，花了多少米啊？花了8000多吧。哦，8K。哦。那你认为我们会接受你的拍品吗？呀，这我真不知道嘞。嗯。你认为我们这边是真征集还是假征集啊？我认为是真的。哦，行，感谢你对我们信任，但是你的东西我们真的要不了，好吧？嗯。不行。看看这个可以。以后别买了啊。
嗯，看一下底呢，王布吧。我不知道这个。是不是写的王布啊？嗯，你看。有字吗？有有有。嗯。嗯，花了多少米啊？这个福袋已经花了啊，抢抢福袋啊。这个来的不贵。不贵是多少米啊？四个多，四 K 多。四 K。嗯。恭喜你啊，买到假货一枚。嗯。要不了啊，假的假的假假。好嘞好嘞，再讲啊。嗯。大家认为我说的对吗？大家认为我说的对的打个对，认为我说的不对的打个啊不对啊，你们也可以打伪专家对吧，我就是伪专家回头。哎你好。哎你好老师，我这刚学的，我把镜头翻转一下啊。哎你好，赶紧啊，三二一0.5，拜拜。你好，镜头反转，看看表，宝贝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来直播间的粉丝帮我破到20000赞，好吗？哎，你好呀，镜头反转啊！哎，老师，我看这个。好嘞，好嘞，看看啊。真模糊。看谁落的款？何许人啊？哦。手机好像有点不太清楚啊。看拉远一点的。想要多少钱啊？约30个 W 吧。看一下反面的。小板。哦，小板。小板要不了，东西老的。嗯，在家里祖先下来应该有70-80年了吧。东西老的没问题啊，我们在抖音上能看到何许人的真品也不容易。但是啊，这是小板啊，大板的话就便宜了，小板的话没有这么高的价格，好吧？是啊，小板21公分长，13公分宽吧。你以前给我看过应该？不知道，应该没有吧？嗯，东西老的。嗯，能不能上拍啊？上拍肯定是能上拍，但价格肯定不行。你大概股价多少了？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成交价啊，对吧？我给你看一下，我们也卖过，去年也卖过，对吧？完全没有这个行情啊。小板的话没有这个，现在没有这个行情，而且你是不成套的，你要四片的话，对吧？你说这个价格我感觉可以。只有一片。一片的话那肯定不行了嘛。嗯。我可以给你看我们去年我们卖了多少钱啊，对吧？这个东西都有行情的。对吧，好吧，玩了好差啊，东西不错的，老的没问题，5个 W 吧，是5个 W， 5个 W 起拍啊。嗯，那可以啊，反正5个 W 起赔了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去年卖了一片啊，20.5公分13何许人，对吧？6个 W 起拍、嗯、对吧？嗯，我也同样可以给你6个 W 起拍，对吧？可以。嗯，对吧，这个东西我们也不会骗你，对吧？这个有真实的。嗯，你看到没有，自然独钓，对吧？这是它的经典题材，我们也可以给你6个 W 起拍，好吧，一样的。到哪里起拍啊？中国生鲜啊。怎么联系啊？通过抖音交流啊。好的。啊，你，咱们可以通过抖音交流，好吧？可以，嗯。好吧，东西没毛病吧？没毛病，都好。只有一片吗？没，只有一片，有三片的。坏了2片，不知道搞到哪里去了。那坏的呢？坏的不见了。啊，这东西还是可以的啊。是啊，这家里放在家里应该有70-80年了吧？最小的应该这个样子。啊，行啊，你是在哪个城市啊？湖南。
好的，我相信啊，你一下播会有很多人啊，来跟你说了啊。但是我跟你说，认准拍卖，好吧，不要被人家骗了。好了好了，嗯嗯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哎，我问你一下的，是不是上面的字被磨了？啊、哪个？你上面的字是不是被磨了？有两个是他掉色了。啊？只有两个是掉色了呢，有两个字。啊、这两个字故意磨掉的啊。这个价格不是故意磨的啊，我以前有的，我擦了一下擦掉了那两个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是因为当时这个人把东西拿出来的时候，怕什么人家知道他是谁，所以把这个两个字擦掉了，这个会影响价格的啊。嗯，这样子。这个会影响价格啊，字被磨掉了，嗯，故意的。那字还有字哎，我知道这个字有，但是影响了品相，好吧。嗯，好，抖音交流吧，好吧，再见。嗯，再见，拜拜，嗯，拜拜，东西老的没问题。嗯。来，各位粉丝啊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，看看你家到底有什么宝贝啊！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件何许人的作品啊，然后我们也很快的跟他说了，可以上拍啊。你好，哎，王总你好，哎，镜头翻转啊，嗯，看看你的宝贝啊，来，这个宝贝是什么情况啊？说一说呢？是大明嘉靖的吧？青花六白。哦，看看底呢？来直播间的粉丝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上拍啊？这位大哥，你花了多少米买的？十年前吧，花了5万块钱买的。哦，那你认为是什么朝代呢？明代吧。哦，那你有没有找专家咨询过这件东西？没有没有，就一个现成的资深的让他看一下，别的没找人。啊，那位资深的老师怎么说的？他说差不多吧，差不多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差不多到代。啊、哦，行啊，那我建议啊，你可以给更专业的老师再看一下。但是我们这边给你的一个观点是，我们要不了这个罐子，好吧？不能要。哦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嗯，还有一件，还有两件。啊、哦，行，我们继续看下一件啊。来，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底啊，还有别的吗？这个我们也要不了啊。有，还有一个。来，这个、给大家给我点点关注啊，还没点关注点点关注，抢抢福袋啊！来，这个都不行啊，这些都不能上拍啊，以后多看少买，好吧？谢谢。好嘞，谢谢。拜拜，再见。来，各位粉丝啊，可以给我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多看看我的直播间啊，这样会让你们避坑，好吧？买东西不是主要目的，我们主要是防止上当受骗，好吧？来，点点关注。来，你好。废话，你好。Hello， 你好。刚才连上说是，相信。来啊，请你拿在手上，好吧？啊，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这东西是什么情况？一直在家里放着。哦，看看底呢。哇，那你知道这件东西是什么东西吗？具体情况不了解，就是光知道是个这是镀膜，这什么的不知道。啊，无量寿啊。啊，无量寿啊。首先啊，我们直播间粉丝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件东西啊，假如对的话，那就是一件非常很厉害的东西啊，那就叫永轩啊，永轩的东西啊，假如对的话，那是非常牛逼的啊，这个但是呢，因为视频条件有限啊，我们就是对吧，就说没有办法通过视频啊来分析你这么高级的东西，好吧？谢谢。还有几个？这个跟刚刚那个就不能比了啊！这个东西就算对啊，也不会很高级，好吧？刚刚那个对的话，你就发财了。嗯，就上面这个是吗？啊？
这个东西假如对的话，你就发财了。但是这个东西对的几率很小啊，这是永宣、宣德左右的这种无量寿啊。但是我个人感觉不能上牌，好吧？那王总肯定这个东西肯定不对啊。我没有办法去凭着这个视频啊，来帮你看一件很牛逼的东西，好吧？很牛的东西，我们没看不出来，好吧？这个镜头太小，视频条件有限，好吧？嗯，好的，好的，还有，再见啊。这个这个不要啊，这个东西要不了啊，太卡通了啊。这个我们也不要，好吧，谢谢，你自己留着，好吧。好的，感谢啊，再见，你可以找个专家帮你看一下，上面刚第一个给我看的东西，假如对的话你就发财了啊，再见。好的。对吧，刚刚那个啊，对的话就是永宣的，对吧，这个太高级了。你好，镜头反转啊，点一下屏幕，镜头反转，来，大家给我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，把赞把关注点一点，来给我粉丝。来看一下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，元青花，看不见啊，你的屏幕太清太模糊了。好，这样行吧。 你自己都看不见啊，你的手机太差了啊。下回换一个好点的手机再来，好吧？没法看，这个手机这样的手机怎么看呢？对吧？你好，老师你好。哎，你好，镜头反转镜头，帮我看一个壶吧。啊，老的没问题啊。有款？款呢？那啥？价值几百米啊，几百米，小几百米。哦，这个是老的吧？这个不行啊，老的也没用啊，薄皮子的。哦，行行行，好嘞，谢谢。好的，再见，拜拜。来啊，有请下位粉丝，点点上点关注，下点赞啊，我们一起给你看藏品。你好，镜头反转，秀品能看？你好，龙泉窑啊。你好。哎，龙泉窑，看看底的。这个龙泉窑，别的还有吗？暂时没有。哦，行的啊，这个我感觉不太适合啊，再见。来看看下一位。你好，你好，镜头反转。哎，王总。哎，点屏幕啊，镜头反转。来，给大家给我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，咱们把赞点到20000赞，谢谢。来看看，你帮我看一下我这几个炉子有没有那个怎么样。好的，第一个假的，第二个看看底。假的。这个呢？不要。这个呢？不要。这个呢？看底。假的。这个呢？假的。这个呢？看底。假的。这个呢？也不行。哇，那这几个都不行呗，那个看。所以这个不行吧？啊？这个应该不行吧？这个。看一下底呢，自己留啊，要不了。这个不行啊，看这个还可以。全军覆没啊，不行不行啊，要不了，再见。好好好好。大家好，希望你们不要成为他，全军覆没。来，有请我们的这位王阿姨。王总，我又来了。哎，你好你好你好。帮我长一下眼，我又来了。啊，好的好的好的。这次全部都是盖子啊，你觉得有这种价值吗？全部都是盖子。啊。老是老，价值不高啊。价值不高，但是我看有一个，这个好像是年代比较老。没有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这也没用啊。嗯。还有一个名家的俞子明也没有用吗？浅将。看图案呢？这晚清浅将。没有下面就没用啊，有下面就值钱。
哦，这个就没有用是吧？哪怕是名匠也没有用是吧？值200块钱。那这个呢？嗯，这光绪的老的。光绪的，它下面底款是大清康熙的。嗯，那光绪仿康熙呗。哦，那这种可能也没什么，不也不值钱哦。嗯，不是很值钱。嗯，就小几百块钱吧。哦，这个都是老破残了，这我妈拿过来的。你妈又拿过来了，你妈天天拿过来，你这个到底是自己家里的还是你妈拿过来的？全部都是我自己家，因为他不是我父亲以前就是跟我妈住一起的时候把东西全部打包好，就放在我妈妈住的地方嘛。哦，那我们是分开住的。嗯，那所以说他最近陆续每天就打包好一箱，打包好一箱往我这里送嘛。哦，老的老的老的，嗯，这个也没什么价值哦，几百块钱吧，1000多完整的。嗯，那你看看这个笔筒呢？嗯，这笔筒看看底呢？看看底。嗯，你家的东西老都是老的，就是老破产。对啊，普通老百姓家里嘛。嗯，好，还有别的吗？这个是大概什么时候的？民国。哦，民国的是吧？这个呢？这个也是老的光绪。这个光绪的是吗？嗯，对，这个能值个1-2000吧，2000-1000多。哦，这个，那你看看这个痰盂呢？这个痰盂不要，这个痰盂能值个小几千吧。啊，那等于说今天是我们是已经那个加好了，加好了以后等于说就是您上次说的那几件，我再拍个细节图给你是吧？基本上没问题啊，肯定能卖的都能卖，好吧，我们不会乱说。嗯，那行，我知道。那就今天这些就全部入不了你的法眼是吧？这些都老的，那两小我还辛辛苦苦翻出来呀，因为他全部放在我妈全部放在那个纸箱子里面，还用旧报纸包的。小杯子看看，你看啊，小杯子 哦，小杯子是吧？小杯子可能年份也不是很久吧。这个民国的，这个还能值个1000块钱呢。这么一个啊？两个能值1000多啊。那我有好多哎。好多的话嘛，那就几百块钱一个呗。哦，这个还能值点钱是吧？那这种呢？这个没不值钱。啊，这个不值钱了哦。嗯，这个能值100多吧。那这个呢？这个下面呢？下面没有的，就这样，就这么个。这个是肥皂盒，肥皂盒的盖子。哦，肥皂盒的盖子是吧？嗯。嗯，那就非常遗憾了，全部都是老破产，全部都是这些东西。那你家说不定有底呢？底都没有了，因为他我妈整理完以后，一箱一箱全部他归类归好的，拿过来的都是这么些东西啊。那你妈？他可能他家里可能有了，应该还有一些。我上次他跟我说，可能还有一些瓷板、几个花瓶，可能一些盘子啊，什么东西。好了，非常感谢。那我要么反正有了以后再给你看吧，好吧？行。这个俞子明的，我还一开始还挺以为有什么价值，没有什么价值是吧？能值200块，多没价值啊！有一个小盖子能值200块，好不好？好了。祝你顺利啊！好，再见。谢谢你啊，谢谢，再见。来，有请下位啊，给我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关注中茂，带你看更精彩的拍卖与征集。我们是正规拍卖 啊。你好，镜头反转。王总好，帮我看看这个吧。嗯，看看底。嗯，这个我感觉我这边不能上拍啊，上拍不了。这个呢？这个。蛐蛐罐这个，哎，蛐蛐罐我不是很懂啊，哎，真不懂这个玩意儿，这个品种不懂啊。这种碗呢？这老的啊，小几百块钱。哦，还有那个、这种大几百块钱左右吧，嗯，这个也老的，嗯，民国的。这种多少钱了？小千。这个呢？嗯，看底。完整吗？嗯，完整。嗯，这个应该也值点钱了。底下有点那个窑里面的问题啊。别的还有吗？别的我看，还有个铜镜，明代的。真的上拍吗？嗯，上拍价值不高，好吧，太小了。哦，太小了是吧？纹饰太粗糙啊。好、
这是啥时候的这个？嗯，转一下呢。啊，这个也就晚清吧，对的话，好吧。晚清是吧？嗯。这能上吗？嗯，这个粗了点，好吧。嗯，看看别的，嗯。别的。还有别的吗？大家给我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！各位直播间的粉丝，把赞、把关注点一下，我给大家发福袋啊！大家把福袋抢抢！哎呦，你好，刺绣啊！刺绣品呢？这个还可以啊，对吧？打籽绣好像是。嗯，这个打籽啊。对。清代的啊。这一看应该从国外回来的。好像是。这刺绣应该从欧美回来的。这个。还有个什么什么隔旧堂，嗯，好的好的，非常感谢啊，老的，老的，这种铜盘洗了的就不行了吧？嗯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这个欧洲回来的东西都是。这个呢，这有点磕。这个素的不要。哦，不要啊。行了，好，没啥了。好嘞好嘞，感谢你啊。哎，这有大盘子，这大盘子是新的吗？解完后的，创回去。这是五六七吗？还是啥时候的？嗯，这种属于最低端的啊，比较低端的，不行。哦，不行是吧？嗯。哦，行，那没了，谢谢啊。拜拜。拜拜拜拜。来，给各位粉丝啊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，我们看看下一位粉丝会有什么好宝贝啊。来，给各位粉丝、给主播点点关注啊，看看底，看看看看镜头翻转啊，你玉啊。有几个玉？手机，你的手机太模糊了啊，这个看不了啊。再见，你的手机太模糊啊。啊？手机太模糊啊，换一个手机吧啊。再见。我给换。你好，镜头反转啊。你好，王总。哎，镜头反转。嗯。来啊、又来一个炉啊。看看底呢？这属于家传的吧？对对对。啊，老的啊，没问题。这个能上拍吗，王总？能上拍。啊，行行，那就是怎么联系你，王总？这个抖音交流啊，不要乱说话，请你抖记住抖音交流啊。来，好好，那我私信你。不要乱说话，跟你说了。嗯。不要说话了，好吧？好、哦，明白了、啊。嗯，行，还有别的吗？没的，王总，就这一个炉子。啊，哪来的？多少钱买的？就是就家里一直留着的这个是，啊、哦，行啊，还可以啊，一个试耳，就做的稍微普通了一点，但是东西是个老的，清代的，啊、哦，行，反正全身上下没有一点磕碰，啊，行，跟磕碰没关系，知道吧？有点磕碰正常，买炉哪有不磕碰的、啊，好吧？好，行，好嘞，王总，嗯，再见，啊、哦，再见。你好，来镜头反转啊。好，王总，上次连过一次啊，现在再帮我看个炉子吧。来看看底。嗯，宁静清婉啊，你知道这个炉子是哪来的吗？是那个在那个德国的那个闲鱼上买的。哦，花了多少米买的？价钱很便宜啊，你都说出来你都不信。东西咋样啊、嗯、关键是。东西啊，你认为咋样？我觉得挺好的呀，800克。嗯，捡漏了。捡漏了是吗？嗯，恭喜你啊，我60块钱买的。恭喜你啊，买到假货了啊。哦，这假的呀。嗯，宁静清婉啊，是一个很有名的炉子，它现在被很多人啊大量仿制啊。我们都知道这个宁静清婉啊，是一只不是这个炉子啊，它应该我记得不错的一款，应该是一个右耳炉，好吧 ？OK， 王总再帮我看一个那个，这是潮州的那个炉子，那个污泥壶啊。对，梦辰款、嗯、肯定是。嗯，这个东西那个这种东西现在啊假的太多了，我们在视频里面真的不是很好鉴别，好吧。
希望你能买到真的啊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嗯，好的，再见，谢谢啊，不要乱买，捡漏很难捡的。虽然你买的很便宜，但是依然你买到了一件假货。再见。OK。来，各位粉丝，我们看一看，瞧瞧，下位粉丝更精彩。来看看你的宝贝，镜头反转。好有哎，这个鸟是怎么做的？拉近能看看，是珍珠还是？哦呦喂，这个，这打籽，对，打籽的。嗯，这个怎么把他们的一个官补怎么弄做成那个口袋啊？怎么太他妈的可怜？老外做的，老外。反面呢？反面是一样的，反面是。我看一下好吗？等一下啊。对，反面看一下。对，这是反面，这是反面，刚刚是正面，这是反面。我看下绿色是什么地方。绿色啊，东西老的啊，没问题。啊，这能上拍吗？无底价。无底价，然后另外还有一件绣品，我们看一下这件。嗯，这个东西就。这个玩意儿不太像，不像，不太像那，就是中原地区的，对，丝路的，可能是丝路的，对。哎，对，我感觉像丝绸之路的东西啊。对，丝路的东西，对。嗯，这种我们很少拍，好吧？很少拍是吧？这种佛像能拍吗？这种犍陀罗能拍吗？嗯，这类我不是很专业，好吧？啊。这个啊，这种呢？看一下底呢。嗯，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老是老的，这西藏的估计是。对。嗯，这个感觉比较特殊，这个东西。比较特殊一点。木头能拍吗？这种？哎，这种不要，这种不能拍，要犯错误了。嗯，好，这种能拍吗？铁如意吗？对，铁如意啊，感觉这个东西应该还行。嗯，这种多少能拍？无底价吧。无底价，然后还有点明清瓷器，普通的。这种呢，嗯，看一下底呢，嗯，还有别的吗？嗯，红绿彩，对，都是红绿彩。嗯，你别说，你这盘子还挺高级的，对，画的都挺有味道的，对，都是这种，就是高饰吧。对，这种一般都从日本回来的吧？对对，这是日本的吴克，对，画的还真不错，应该可以吧？这种可以，这种一组能够，比如说有五个嘛，五个能够，嗯，你想要多少米啊？五个，我觉得怎么着，五个一二三四五个，两万起。嗯，可以，咱们抖音交流好吧？好好好，嗯，这个呢？哦，这个也是挺好的。嗯，这也明代的。对，这图案挺特殊的啊。对，这一般都是从日本回来的吧？对对。几个？这一个。嗯，行啊，抖音交流吧，好吧，东西都挺开门的。嗯，这个也 OK 对吧？这个，嗯，这个就算了，口上有坏了。啊，口上有坏这种，那个就别看，这东西以前很贵，现在不能看。好，这个能拍多少？好像上次说过这个啊。嗯，这个好像上回看过。对对对，这个能拍的是吧？这个两边缺东西了。嗯，对，五佛冠缺了两个，对。嗯，我抖音交流好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的，好，那谢谢你。哦，不行不行，还有别的吗？再看看。
别的还没有了，对，就这些了，对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你啊。你这个玩的专业啊，这个大哥。啊，还行，谢谢，嗯，好，拜拜。可以，再见。拜拜。来，点关注，点赞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！我们点关注，点赞，看我们直播间到底能来多少好东西啊！新进直播间的粉丝，大家记住啊，我们这里是正规拍卖公司啊，正规的。哎，王总，这还有一个这炉子，你好，小的，很小。来，再给大家抢个福袋啊！福袋已发，大家请抢福袋。嗯，叶灵儿太粗了，我不要。太粗了是吗？嗯。这个呢？这啥时候的？啊，这不行，不能看啊。那个瓶子，这个瓶子还有那个刺绣能上拍吗？都比较普通，好吧。哦，行。你看人家都官补对吧？你这个是什么名？绣碗子啊，绣碗子。我那是绣碗子是吗？哎，绣碗子也可以，就是无底价，好吧，再见。这是绣碗子是吗？哎，碗绣啊，就以前衣服上面的绣碗啊，袖口。哦，绣的啊。嗯。哦，这瓶子呢？都老的没问题，但是这个东西啊，就是比较普通啊。我天天帮你卖这个玩意儿，我得破产。哦，明白了，懂了。行，懂吗？谢谢啊。我不是说不收，是这东西真的卖不了几个钱，我收你几百块钱为你服务，实在要破产的。哦，行，懂了，谢谢。嗯，再见。来，点关注，上点关注，下点赞，给主播点到30000赞。来，点关注啊！你好，说话。你好。哎。嗯。白桥。嗯，对。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边书画的同事没在，好吧，我今天看不了书画，好吧。好的，再见。我不是书画主播啊，谢谢。来，各位粉丝啊，有请下一位啊。我们公司书画的同事没来啊。你好。是翻转镜头是吧？看看镜头翻转。啊，老师你好，我有几件东西让你看看。来，我问一下，你的东西是买来的还是家里祖传的？有几件是买来的，这一件也是买来的。哦，行，看看买来的啊。来看看底。很久以前买了。哦，行，看看底。哦，看反面啊。啊，老的没问题啊。是官窑吗？不是官窑，跟官窑没关系，好吧。哦，这个呢？嗯，也老的啊。嗯，不是写的童子就是写的光绪啊，你看一下款，雍正款，那他妈寄托啊。嗯，他有画了很多，你看，啊、还有这个老的光绪的，不是光绪就是童子，好吧？嗯，像这种价值多少？无底价，起拍。无底价，还有一件，这个，嗯，拉近。看字，看反面，这还是老的，民国的。是庄子铭，就是我查了一下，是唐山的那个画专门画这种东西的。嗯，他这个寿老画的挺好的，你看那个脸，普通啊。你看那个脸画的价钱更低啊。啊。不是景德镇窑的话，价格更低。哦，都是老的问题啊。它是唐山的，唐山的价格不高啊。哦，这样卖不过景德镇。哦，那像这种都不行了。瓶子可以。哪个瓶子？刚才那个瓶子。对，完整的可以。哦，完整的可以。那我联系你哈，是不是？抖音交流完整吗？完整的。没有出现吗？没有。你看那个，好的，东西老的，光绪同志，好吧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啊啊，没事，不谢，感觉我正规吗？
正规的，肯定正规。你看了我多久了？我看了，哎，我还有一件让你看看。哦，行行行行。那个笔筒你要不要看的？要啊，可以啊。哦，我最喜欢笔筒了。哎喂，看底呢？这一看就是你买来的呀，不是家里祖传的呀，不行，这个不要。哦，这个不要的是吧？这个其实挺好的呀，这个是纸材的。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这个东西对的话很贵的啊，但是你说能可能对吗？这东西啊。哦呵呵，那没有了。这对的，还有一个你要看过几十个 W 啊，家里有的找找啊，这种东西对的话好几十个 W 的啊。这是纸材的呀。哎，老师、啊，对的话，这是纸坛啊，这东西对的话，几十个 W 轻松起步，好吧？但是这个是纸坛呀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东西不是老的，好吧？哎，对的，对的，这个是七零年代的。哦，我们不要啊，我们不要七零年代的，我们要老的，我们要看一个这个，清代的，清代。哇哇，看不见，看不见，会让你看得很清楚。啊，我看一下底呢，底呀、啊，大清同治年制。嗯，很抱歉啊，你又在古玩地摊上买的。这个是古玩地摊，老师 啊，你看看清楚。你是家里祖传的吗？我从来不在地摊上买东西。那你在古玩店里买的？这个是底，这个是底地摊货。你是古玩店里买的吗？嗯、啊。还有一个托。嗯。你看，你自己好好收藏，好吧？嗯。好好好，行行行。嗯。谢谢啊。不谢不谢不谢啊！首先我跟你这么说，啊、这个器型一看就是你刚刚那个花盆啊，对吧？啊，一看就是清代的器型，对吧？这个就是清代的呀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刚刚那个东西啊，刚刚那个花盆啊，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花盆，啊、好吧？看一下。我跟你这么解释啊，这个器型一看就是民国的器型，但是落的是清代的款，图案同治的。你看，这样，你去找专家看一下，好吧？嗯，这个是民国的器型啊，这个清代的器型不是这样的，好吧？哦，行行行，你可以找专家看，好吧？你可以不认可我，但是我还是要说出我的观点。认可你，好吧？因为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因为对吧？因为这个器型啊，铜制的器型和胎不是这样的，好吧？你可以找专家，随时随地啊，拜拜。哦哦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啊。嗯，没事。哦，再见。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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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大家好啊，想要送派啊，请。抖音啊，你刚刚那个广式花机啊，你好，镜头翻转。好的，稍等。嗯，大家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吗？啊，大家认为我有道理的，对吧？打个有道理啊，那我说的不没有道理的，可以说我不懂。你好，看底。好的。哎呀，啊，这个要不了啊，不要，太粗了。太粗。哎呀，这个也我也要不了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地摊货。嗯，这个都不行啊，不行不行，不要不了。那这样的呢？这个不行啊，都买来的，地摊上买的。那像这样的盘子呢？不要买了啊，以后少买点，好吧？好，好吧，在自己不是很专业的情况下，不要买古玩，好吧？好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行不行啊，都不行啊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关注啊！来啊，大家好，看下一位啊，你好，来啊，大家好，来看看啊，看看你的宝贝啊，东方不亮西方亮，镜头反转。来，新进直播间的粉丝啊，给我点点赞啊，点点赞，点到三万赞啊，不行，不要，下一个不行，这个。
嗯，这个也不行，现在防平不要，假货一个。啊，这没有了。好，再见。来啊，咱们有请，看看下一位啊。你好，镜头翻转啊。哇塞，这么多！看我的炉，看我的手炉怎么样？嗯，看看呢。这是一个烤蓝的啊。烧蓝的。是满工的。嗯，应该是一个清代的啊。清代晚清时期的啊，一个烧蓝手炉，这个都满工的，这个这上面都有工。嗯，好吧，东西老的啊，这是乙未年啊，行，清代的啊，差不多吧，清末是老的啊，老的，这有款儿，这个这能排不？这个。无底价，这个炉子呢？嗯，这个也看底呢，电脑的，这都弄牌啊？应是清代的，也是清代的。你清晚期的应该都是。你都当烟灰缸了，算了啊，再见。好。太不尊重炉子了啊！把炉子当烟灰缸啊，这种行为我绝对坚决反对。好，谢谢啊。嗯，只能说你太有钱了啊。哎，不把东西当东西啊，坚决反对这样行为。把我最爱的屠炉，当烟灰缸啊，这种人。喂。哎，镜头反转。我反转按哪个？点一下屏幕。等一下。不尊重啊，不尊重。明代的一个小破盘子，你可能不要。嗯，太普通了啊，画的一般。就有点粗哈。东西老的应该。有个无底价行吗？哦，不要不要，明代的这个东西，这个稍微有点粗了啊，发色还不错。好吧。好，那退出。再见，拜拜。好多粉丝啊，都很热心啊，很热情，就想给我送拍啊。但是我们也要照顾到很多东西啊，这个有些东西卖的不够我的操作成本，对吧？你好，镜头翻转啊。爸爸。你好，镜头翻转。你可以侮辱，但不可以侮辱我们的爱好。来，大家好啊，我们各位粉丝啊，咱们看看家里还有什么宝贝啊，有宝贝的，可以跟我们连连线啊。非常感谢各位粉丝啊，来到我们抖音，主播问一下，玛瑙六金盘要看东西啊。来，咱们又有新粉丝来了，我们看一下小满楼啊，你好 ，Hello， 你好，镜头反转。你好，什么东西？我贼，这是什么？我看一下啊，看一下那款的地方。这个东西，睡在丁亥孟春，看看整体呢。看不太清楚啊，太模糊了，太卡了。嗯，你好，拉远点好吗？嗯，看一下那边啊，瓷片好像，瓷板好像破了吧？瓷片有破啊。东西应该是一个清代中期的东西啊。品相保存的不是特别好，好吧？嗯，好。东西应该是清中期的，有一定价值，好吧？好。嗯，好的，非常感谢。嗯，好的。
这个是当时的贴瓷片工艺啊，贴瓷片，然后木上刷漆再贴瓷片啊。你好，看看你的宝贝啊，镜头反转。点一下屏幕啊，镜头反转。你好，大爷，请你点一下屏幕，镜头反转。你不会操作的话，我们就等下位啊。也不是，哈喽，你好，镜头反转。家具能看吗？家具什么家具啊？文化里啊？对，应该是榉木的吧，迷失的这种。哦，老的。你对价格？这个东西还挺级别挺高的，这对。对。这种还不多见啊，材木的。对，不多。价格这种名师的价格不多的，对，这种就是，挺好啊。看样子你家里宝贝多多啊。还行，这个椅子呢？这个椅子能上吗？我们一般现在就是榉木的不怎么收，好吧？不收是吧？这藤面换了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这个亮格还可以，但是我们，这个老窑不收啊。啊，不收老窑，有源流也不行。这个有什么来源啊？浦上苍穹堂的，日本浦上苍穹堂的。啊，有是民国以前的来源吗？那好像没到民国，1960几年吧。哦，行，抖音交流好吧？这个老窑太那个了。对，这个、高古能说吗？高古能收吗？高古现在最好有来源，好吧？有来源，这个键位有来源，这是高古玉，然后它是巴斯东亚艺术博物馆的这一支，然后挺好，有出版，然后有 Roger Kevin 的1990年的 J 的也出版过这一支。哦，行啊，这个可以的吧？这个肯定可以吧？有出版可以啊。这个不出版也可以，因为这个基本上。就这么看也看不出是高古还是不是这样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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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好分啊。好的，好好，谢谢。对，好。行啊，你家这么多好东西还有啥啊？就差不多就这些了。这个绝对不是你的真实实力啊。对对对对对，没事。好，我们下来交流，谢谢啊。好好好，感谢谢谢你的支持，拜拜。谢谢，感谢这位粉丝啊，好东西多多啊。来，各位粉丝啊，想要送拍请打我要拍卖，打我免费连线啊，下面点点连线，下面点点连线给我连线啊，连线就在下面啊，点下面的连线就行啊，点下面的连线。来，各位粉丝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把赞点到35000，好吧。我要拍卖连线。来啊，来中贸的人才都是卧虎藏龙，谢谢各位粉丝啊。对我们的认可，来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！想要送拍，请联系啊！你好，明啊，点一下。你好，王总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看看，好。先等一会儿啊，等一会儿来啊，下一个。来，先看你啊。来。你好，王总。老的没问题啊。就是到能到那个。晚清晚清。请道光咸丰啊！道光咸丰。没问题啊。哎呦，这个又是老的。玩的啊。没问题啊。嗯。这瓷板也挺精彩的啊。专门玩铜锅台的，这个估计又是宁波地区的。对对对对。为什么宁波地区都玩这个东西呢？因为宁波人喜欢这玩意儿。玩细粉的多。对，还有别的吗？谢谢啊，老师。不行不行，还有别的吗？还有我去哪养啊？来看看，等一下，东西多多，这位大哥。这个呢？这个好，这个大象的草间。你这个能送拍吗？啊？你是送拍还是送下了？能送拍。行行行啊，感谢大哥。这个能。能
能有保留价吗？多少钱？两位可以吧？两个 W 我感觉是高了点。高了点啊。嗯，别的还有吗？再看看。别的在里面。不卖没事，欣赏欣赏，对吧？我们看看看看你到底你的收藏到底有多精彩啊！让我们看看，长学习学习。直播间的这个东西太少了，知道吧？就需要你这种对吧？有老货的人拿出来。哎呦，这个贡碗啊，都是普货。但是东西都老啊，别说普不普啊，老的哦，这个东西太少，对吧？老的没问题。哎呦，这个笔筒好呀，来两个笔筒拍拍吧。这个笔筒好，倒光了吧？倒光的。哎，不是倒光就是咸丰啊，猜猜也是。倒光的。嗯，束腰的啊，其实我最喜欢这个束腰笔筒。束腰的，束腰的。这个你当年买来多少笔啊？只有两万多嘞。两个多啊、两个多也差不多啊。我都多少年前就花3.5万买一个的。对对对。哦，这个好。一个暖锅。这个底盖子嘛呀。哎呀，这个还缺胆呀、啊，这个胆也好。哎，换的很好。啊，这个是12。红楼梦啊，十二金钗啊，对大美女啊，嗯，你这个戏粉已经玩得很骨灰级了，骨灰级的戏粉玩家呀，还有一块纸板，哎呦喂啊，这又是一块纸板，唉，行啊，为什么戏粉这么少，都被宁波人搞走了，这个鸭屎盆不错啊，啊，这个水仙盆也不错啊，看看呢，这是鼻屎吧，青蛙的。我靠，青蛙的更少呀！青蛙的很少。嗯，太少了。青蛙的在光盘里面算画的好的了。对。这个几个 W 买的？这个3个 W。哦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好好好。嗯。好的好的，王总，谢谢王总。哎，非常高级啊！您这个太高级了，下回有机会上你家学习啊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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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感谢感谢啊。对吧？我们啊，好东西啊，一出来啊，大家都有眼睛的，知道吧？都知道好东西，好吧？你好，黄总啊，哎这个，这件呢？看看底呢？看底。哦哟，光绪的，这么高级啊！看看里面呢，打开来看看。这是一个烧香的还是那个放那个什么东西？你说这是硬盒还是香盒，对吧？哎，对对对，我个人感觉不过蛮大的，要十一有的吧？我感觉更像硬盒，好吧？硬盒里面没印泥呢？那没用过不就是吗？嗯，这个颜色特别好看，王总啊，这个颜色。宝石蓝的，嗯，你看上面有花的，哦，看到没有？暗刻缠枝花，暗刻缠枝啊，上面有花的，嗯，别的还有吗？有，我还有两件嘞，哦，看看看看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，大家把赞点到40000粉丝，好吧，40000赞，好吧，嗯，咱们点赞点的越多，直播间以后看的东西就越多，好吧。哎呦喂，这个龙是3个爪还是4个爪？龙是几个爪？4个爪，4个爪。看看反面的。我靠，这个东西你认为是什么朝代的？上面写着大清乾隆年制。哦，那你认为是乾隆的吗？肯定是乾隆的这件。哦，为什么这么肯定啊？乾隆好像就是这种东西啊。对啊，我跟你打赌好吗？你看上面有描金啊什么的。你敢跟我打赌吗？我不敢，你水平高，我怎么敢跟你打赌啊？那你说什么时候的？小日子的。不可能。你敢跟我打赌吗？我跟小日本从来不打交道，我又不会日语的。不，这个东西啊，对不对？是老的，但是是小日子仿中国的。小日子仿中国。哎，对你，我还有这种事情，你敢跟我打赌吗？你敢跟我打赌吗？我不敢。你可以跟我打，我赔率多啊，我输10块，赢1块，对吧？听你的，听你的，输1000米，我赢只要赢10米。哎，你看，
这个哪里有日本的影子啊？啊，这样你敢跟我打赌吗？你看，你去找个专家看。八零一望洞庭说。你去找个专家看，咱们敢打赌吗？我一赔十，你敢吗？来，直播间的粉丝都可以赌。有人敢吗？啊，那就听你的，你说是日本人做的。你可以去找个专家看一下，咱们我一赔十，你敢吗？啊，不敢，你是专家吗？听你的。没有，我不是专家，我跟专家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我不是专家啊。我那日本人什么时候仿的？现在仿的？民国仿的。你看中间那个花是什么花？小日本吃饱没事干了是吧？哎，对对对，那个花是小樱花，知道吧？哦，再看一件，搞出日本人来了，哈哈哈哈！哎，不瞒你说，我日本都没去过。好的啊，来看看底啊。你看这个老不老？看看底啊。我首先问你这个老不老？看一下底。我底肯定会让你看啊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。这件你应该会惊奇一下，真的。为啥？你内行嘛，你懂的嘛。哦，就是官窑款嘛，就是。这个是官窑款。啊，是不是啊？那是什么意思、啊？看看清楚啊。啊，这是什么款？我不懂。啊，请你教一下。这个比官窑要高很多。啊，那是谁啊？高一点点。啊，那是谁呀、啊？那是谁呀、啊？这个是，你首先看这个老不老，不是，你就告诉我一下这个是谁呀、啊？你先给我请教，你这个到底老不老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当然知道了，我查过的嘛，我自己的藏品、嗯、对吧？王老师，你说是不是？啊，你不会说我自己的藏品，我肯定要看的。我一个书房吧，是不是？对，你看老不老？首先，啊，来，各位直播间的粉丝啊，大家认为怎么样啊？大家认为我会。哎我放在灯光下面，首先是老不老，对吧、嗯、这个最重要，不老一切都白谈，对吧、嗯、不用讲了，那你看、嗯、我对吧， 我个人感觉啊，我不想那放近一点，不，我个人不想征集你这件藏品，好吧？哦，那没事。哎，没事。那另外一回事。哎，对，好吧，啊，好吧。好的，不要笑，谢谢你啊！不要笑，好吧？我们对吧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。首先，我对吧？我们能争的就争，不能争的，咱们也不要强求啊。对的，对的。但是你上刚刚说这件是日本的，我真的不，你可以找个专家问一下。你不行，我跟全网打赌，对吧？你，我可以跟你打赌，我一赔十，现在啊。那你说说看，为什么这个是日本的呢？我倒想，你看一下那个花是不是像樱花？当中那个花、啊，你看一下呢，对吧？当中花我看是五角星啊，龙跟中国龙一样嘛。还有个款，中国的款是什么样的，对吧？我可以给你看看中国的款，你再看看日本的款，好吧？来，我找个中国款你看一下啊。怪我这个王老师水平高得不得了啊！你不要说我高低对吧？把小日本仿的都看出来了，我根本就看不出啊。你看不出来，我这边暂时没有乾隆款的啊。嗯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本身有，这边没有啊。你去找一个专家啊，看一下，好吧？行。我这边也不是专家，哎，我今天学习了，跟王老师学习了很多。你不要对吧？不要质疑我，对吧？你可以找个专家问一下，我也没质疑，没质疑，我为什么要质疑你呢？没质疑，拜拜，真的没质疑，你不要那个，拜拜，谢谢啊。啊，不谢，再见。来，各位粉丝啊，看看咱们家里还有别的吗？哎，你好，王总啊！哎，你好，杨总，你好。哎，我刚刚到了件东西啊，你帮我看看啊。哦，行，你好。哦，这个一个苏三彩的。嗯。哦，挺好。这个应该年份挺早的。一个苏三彩，这底下也冲了。哦，这个年份还挺好的。哎，行了啊、哦。
嗯，可以，老的没问题。哎，这蔬菜菜啊，这个应该是清早期的。对，可算有保佑。哎，挺开门的，这个品种挺少的。对，蔬菜菜还挺好的，蔬菜菜。嗯。哎，这个。啊，这个也是红绿彩，明代的。对啊，能到中期吗？我看小孩子后脑勺没怎么凸出来。嗯，这个还蛮好。看看反面呢，第一。有十个小娃娃，哎。哦，这个好。这是个、okay. 这是个小喜吧？这个应该还是碗。啊。喜的话它会直一点，哦、直下来的。哦，好好好，好吧。应该它有十个娃娃。对，明白。还有这是小天启啊，因为它有年份啊。嗯。它下面它有毛孔了，毛孔了。对，它后面它有纪念，纪念。哦，带纪念款的相对来说少一点，这个带纪念的特别少。哎，我现在买东西也会买了，这几件还行啊、嗯，挺开门的啊。你这个，这几件还到头的，哎，还行的啊。嗯，行，可以。哎，这三件刚刚倒我的，还行啊，王总啊。嗯，真的，你学习杂技很多啊、哎。哎，嗯，谢谢你啊，感谢。哎，感谢你的分享，哎、再见。好的，谢谢啊。哎，嗯，再见。来啊，各位粉丝，我们再看一下啊，还有给我点点关注啊，把赞点到4万，好吧，谢谢大家啊。你好，镜头反转。你好，老师。嗯，你好，镜头反转，看看宝贝。来，各位粉丝啊，点点关注啊，还没关注我的，点点关注，好吧？啊。这点屏幕啊，点屏幕，点屏幕，镜头反转啊，点屏幕。东西这里你看嘛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看不到啊，再见，拜拜。啊？看不见，再见。好的啊，那各位粉丝啊，今天9:35了，我们今天啊直播就到这里，还没点关注点点关注，咱们明天抖音直播间再见，好吧？谢谢各位粉丝，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明天直播间见，好吧？拜拜。